大、政大等台湾一流学府飞到印尼雅加达，向在地学生介绍学校特色。台湾第四年在印尼举办高等教育展，36所来自台湾的学校到场，吸引3000多人参观。他们觉得台湾这种合理的学费，还有高品质的教育，再加上老师们对于外籍学生的友好跟辅导，都是深深吸引印尼学生的地方。In my opinion, studying in Taiwan is a good investment for your future, because Taiwan people are so nice and the environment is nice. 驻印尼代表张良任在高教展现场致辞时指出，台湾地处亚太枢纽，印尼学生到台湾求学还可以前往其他城市增广见闻。台湾与印尼教育部自2011年签订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。双方大专院校已经签署超过200件教育合作协议。台湾高等教育展今年第四年在印尼举办，让印尼学生有机会一圆台湾梦。